真的，其实很自然。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。一个人在家里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不需要再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想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有太多空白格。我想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。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，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。你不需要再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太多空白格。我想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。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好的，这是空白格。